OK， 而且而我哋係捱緊熱氣做一份係鬥一份低微嘅工資。嗱、嗯，如果我啤你出去，我要咁講，出去搞個台，自己喺個 YouTube 講，可能我收入仲多，或者我只有百度敲門啦。大班嗰啲最簡單嘅，佢唔諗你哋立場嘅啦，網台嗰邊，屌、嗯、你老味有人，你話有二千人訂啊？係啊，喂嚟啊嚟嚟嚟，佢係咁樣嘅啫嘛，好撚簡單啫嘛。嗱，事實上我要咁講，如果我要離開 MHK， 而又唔想自己孭飛，要俾咁多皮費嘅話，我相信我要講個地方落腳一啲都唔難，嗯、一啲都唔難。OK， 甚至乎如果我要睇錢嘅，希望喺呢一行入邊揾到錢嘅，最簡單咯，俾個電話大班，喂，我去 D 一百網台度做。嗯，喂 D 一百網台個 base 都非常大㗎，我只要將我而家言論，因為點解呢，他哋嗰啲人咧就未必接受到咁激進嘅，咁我可能因此而損失咗我哋而家呢一班嘅支持者。但如果我為錢嘅，只要我講啲未必我十足相信嘅嘢咧，即係轉少少咧 ，twist， 咁其實又有另外一個生存空間喎。但係嗰啲唔係我想做嘅嘢，可能都唔使 twist 添啊，啲人哇正咯，係啊，咁亦都可能係咁 ，OK。而大班亦都會話：，妖你老味！其實講你鳩佢咩？因為大班你知佢都係即係睇即係商業運作冇辦法㗎啦呢樣嘢 ，OK。我始終要為自己打算，一定要有自己嘅平台，否則嘅話，以我啤你，其實求其我只話肯開聲，除非我啲親家嘅啫。其實每一個平台咧，我都落到腳嘅，但我唔會考慮，我都係要選擇即係做一個寧願自己去掉錢去做一個自己嘅平台，係自己控制嘅。係 OK， 咁呢個我諗係即係大家應該要體諒同埋明白嘅。D 一百北疆春景，十天旅游玩家四驱车之旅。一生人點都要去一次咁嘅旅行，逃離石屎森林，豪情豪邁咁樣走入呢個大湖大山、大草原、大沙漠，即係話回歸大自然啊！2019年4月26日到5月5日，攞5日假，放足10日，由我旅遊中帶領大家涉盡新疆中北部自然生態美景、人民文化風貌。團費連旅遊中做領隊兼導賞費，港幣25,500元，捐助加油2000，营运基金2000元，总团费27,500元，名额只得13个。想同旅游中坐四驱车遨游北疆，快啲打电话俾 Stella 22971829报名啦！唔使谂咁多啦，自己有，趁住心中仲有一团火，走去中北疆行翻转，等你同你嘅相机豪迈狂野一次啦！卓宝旅游主办353975。咁啊，西城说事咧，呢、这个礼拜五咧就会系最后嘅一集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即系阿沈大哥呢年纪大咗啦，咁啊即系唔可以咁粗鲁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佢哋都喺帮另一个台咧，系做紧几个节目嘅。咁、那个台嘅老板咧，咁啊一直咧都希望阿沈大哥咧就唔好做我哋嘅节目，就净系帮佢哋做。咁啊，随住佢吓执埋细软翻加拿大之后咧，咁亦都系好坚持咧，要阿沈大哥咧就唔好帮我哋嘅